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思驿站，我是 Coco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找对象的途径以及方法有哪些。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，就想找个人陪伴。偶尔看见街上行走的一对对情侣，心中难免有些落寞。但是由于自己圈子太小，接触不了过多的异性，所以就这么持续的单着呢。这里教教大家有哪些找对象的途径。第一点是朋友介绍。朋友介绍一直以来都是找对象最直接的一个渠道。不过首先我们需要让周围的朋友知道自己还处于单身的一个阶段，而且有想找对象的打算，然后叫周围的朋友给我们物色物色有没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异性。第二点是参加活动。对于宅男宅女来说，找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如果我们想找对象的话，尽量别宅在家里，有时间多出门走走，比如组织一下相亲的活动或者登山旅游，这些都给我们增加一些不少的异性接触机会，这样就很容易找到心仪的另一半。第四点是相信爱情。在寻找对象的过程中，我们难免会遭遇坎坷，被人伤过、痛过，但是那又如何呢？我们要一直坚信我们能找到心仪的那个他，相信有爱情的存在。现在的失败只是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他，所以心态要好好的坚强起来。第五点是展现自我。我们常常看见孔雀开屏的一个状态，作为旁观者，我们感受到的是这种形态非常的美，所以我们喜欢上了孔雀。而我们异性之间的交往也是一样的，作为女生应该要好好的去打扮自己，精心包装自己，这样才能让个人的魅力得以升华，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你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加点赞。